小妹，小妹，别动我！你也没喝酒啊，怎么一身的酒味儿？他不会有事的，他是醉了，但不是因为酒。怎么可能呢？他滴水未入口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是因为滴水未入口，才会这么吃亏。再来一碗八匹马呀，谢谢。他处处小心提防，可惜还是没有用。其实像你这样才会平安无事。像我这样，叫你挑粪就挑粪，叫你吃饭就吃饭，你这么听话，我怎么忍心害你？原来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还误打误撞的都做对了。不过姑娘，你这整人的法儿还真的是巧妙，我到现在还摸不着头脑呢。那个花叫提壶香，花瓣醉人极为厉害，闻久了就像醉酒一般。我在茶里跟饭里都放了解药，是他自己不吃不喝的。对了，姑娘，还未请教你高姓大名。我姓程，但你在旁人面前可别提我的姓氏。那我该叫你什么？我叫程灵素，灵书和素问是两本医学经典，我的名字在里面各取一个字。灵素。